大家好，我是乔妈咪。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三百日之能益生菌。我们这样子的小小孩吃，今天就来跟大家分解动作一下。萱萱，那像萱萱这样子，五个月到一岁吃半包就可以了。那像乔乔这样子，一岁以上的小朋友一天就可以吃一包咯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准备这个小朋友如果去看医生会有这种喝药水的小杯子、小针筒。这个药局都买得到，一支好像3块到5块不等吧。针头的部分我们把它拿起来丢掉就好，我们只需要这个就好，倒到杯子里面去，加一点水，加水，把它和开。一点点，不要浪费。小小孩晚上喝奶奶的习惯加在牛奶里面，但是要记得牛奶的温度不要超过38度C 哦。是乔妈咪的一个小方法，如果妈咪你觉得不错，你也可以试试看。有任何问题呢，都可以加入我们营养师的官方 LINE， 营养师专一对一做解说哦。拜拜。我爱吃益生菌，是阿江叔叔做的哦。营养师青石，我是研发人，也是创办人。